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พอถอดแล้วมาจุดเดียวที่ทำยังไง按这个键，这个墨水键要按了以后，它会自动抽墨，要22分钟，它会自动把这个墨水灌到墨盒里面去，它会自动灌过去的，要22分钟啊。按这个键，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一次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按这个键，灌好墨水以后，把墨水加完以后再按这个键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把墨水加完以后再按这个键，这个很重要，它就会自动抽回来，抽到墨囊里面。这个时间要22分钟，22分钟啊！这个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。OK。